房间恐怖煞气，竟造成家人关系疏离。妈妈在外面交一些朋友，把爸爸的钱都弄光了。爸爸现在身体状况比较不好，妈妈你会照顾他吗？不会，讲一讲过，骂一骂过，我都没有什么用。妈妈可能跟爸爸会有口角，因为反而觉得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委托人的房间竟然出现巨大无比的穿心煞，让他换工作的速度比换衣服还要快。我们真的很少看到这么严重的穿心煞，因为这个梁真的又大又粗又真的好大。一般来说，通常穿心煞，对学生影响学业，可是对于成年人来说，你的事业工作自然会受影响。住这间房间之后，没有，我的运气很不好，就是工作一直换。去年吧，那一次工作当中换了20几个。1年换了20几个？对。所以你的兴趣是换工作是不是？不是。家运败坏的开始跟神桌风水脱离不了关系，究竟有什么样的禁忌是你不能触犯的呢？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好运不会接踵而来，但坏运却会不请自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桃园县龟山乡，这里有一个家庭正在面临你意想不到的大灾难。是的，小珍，我们接获了传真，不信你看，追陈小姐呢，他们家里可以说是事情非常的多，不仅呢父母已经反目成仇，家里兄弟姐妹更是争吵不断，纷扰不休，而且父亲的积蓄也被有心人士骗光光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水造成他们家里祸事不断呢？所谓的家和万事兴，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我风水大哥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管。是的，现在我马上要前进陈小姐的家中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坏风坏水一一击破。委托人一家人关系紧绷，不但父母感情决裂，弟弟也负气离家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水格局会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呢？就马上，还有陈小姐怎么没有？不能看的，急，我急着想帮你。你好，哎，杨慧姐姐好，是你们传真给我的吗？对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是陈小姐，对，你们家几个成员住在里面？现在目前3个，然后加上父亲2个，父母2个，父亲，哦，因为现在时尚流行两个，没有啦，哦，没有啦，父母，然后加上3姐妹，大姐住在外面就对了，对，哦，所以现在5个人住在这里，嗯，因为听看你的传真是事态非常严重，要哭了，怎么样？再哭笑没关系，今天谢老师来，所有问题都可以帮您解决。是啊，那站在门口什么？福祸之八九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门跟里面什么同轴？对呀，遇到了更大的问题。更大家，你们家在沟通上面有大家同心协力吗？还是意见都不同？感情越来越不好。哎，是怎样有到严重到什么地步？就不讲话，因为所谓同门不同轴，家人不同心，所以不同心来说的话，第一个有可能意见相左右，那你觉得是这样，他觉得是那样，大家想法观念上比较没有办法合得来，所以会因为意见上的问题而有争执，好，那第二个当然也许每个人的行事作风不同，那可能你对他的做法做事的方法不是那么能够认同，那当然问题就会比较多一点。所以他如果现在要改的话，他是不是要把门的方向改变？对，那其实应该说，原规划设计的时候，它设计的规划的并不好，就是说原建造的时候，可是在设计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在里面多设一道侧面的玄关，那让这个门过去开过去之后变成有靠的时候，它这边有啊，有啊，你看，如果它这个现在把这个改成是这样子开，对，这里有一个位置是你是像鞋柜这样子，是算个玄关啦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要像这样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原建物的时候并没有这个东西，对，那我们可以用后来的方式，后天的方式，比如说用柜子或者用屏风，用任何可以阻挡的东西来遮住它，那但是因为它目前的高度不够高，所以又露出更大的问题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看看啊，如果我站在门口，这个玄关如果够高的话，我如果看进来的话，第一我可能看不到它的餐桌，所以它可能还要再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所以它现在就是一进门就是开门见山，而且还有
看佛桌应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你看冰箱，它只要漏财，你的财库又外漏，它根本不用开刀，开整个打开，它只要开个15度，你就可以看到里面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看错吗？你有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吗？哎呦，我看得到他，看到他，这位是，我二姐，哦，二姐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你平常跟你是老三，第三，所以你是姐姐，平常跟妹妹是没在讲话。很少啦，比较少。为什么？平常感情那么好呢？平常明明就很姐妹脸哎，不是家里姐妹都应该是要很好的啊？不是要情深吗？对啊，就后来就变得不好。好了，讲正经事，我们来帮你们把风水改善，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们姐妹的感情更好，家里要和睦。那你就像老师讲，一进来好渐散，这些都是漏财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漏财问题，我们就一一来解决。我们就先从好，首先先说，你们真的有坐在那边吃饭吗？因为这是吃给祖先看的意思。对啊，我们怎么坐在那边吃给祖先看，或者是给神明看？神都前面放个餐桌，来来来。对啊，你们有坐在那边吃饭吗？那这个是爸爸在坐在这里吃饭的，只剩下爸爸自己，只有爸爸自己坐在这里，自己坐在这边。那你为什么？